大的池塘，相信朋友们都见过不少。但是有一个镇区的绝大部分姓氏组成的一个池塘群，相信朋友们都没听过。这里是哪里呢？这里是广东汕头朝阳区海门镇，在我身后这里啊，这里就是由海门镇绝大部分池塘组成的一个池塘群。这里的建筑富丽堂皇，现在就跟随我的脚步，大家就来这里面走走看看。在这个恢宏大气的池塘群后面，就是著名的莲花峰风景区。这里背山靠海，波澜壮阔，整个池塘建筑群依山而建，并筑成增高。这里汇聚了19个不同的姓氏在此建立，整个池塘群气势恢宏，从空中俯瞰犹如皇帝行宫，红墙黄瓦，金碧辉煌。这里是杨氏池塘，不是木字旁的杨，而是两点的那个杨。在门口这里就有一对狮子，门口两侧有一对玉像，都是用一整块石头雕刻出来的。这里是江右四周，当然这个大门造价就不菲了。杨氏池塘前面有一口大的水池，所谓水能聚财。这位大叔人非常好啊，刚刚我在这里拍摄，然后他邀请我进来这间池塘里面参观，特别的感谢大叔。杨氏主池，这间杨氏主池规模非常庞大。当当在门口这里观望，门口的石雕包括上面的嵌池都是非常的精品。潮州嵌池是潮汕地区传统装饰艺术，也是传统文化中稀有的特异品种，以绘画为基础，运用各种彩色的建筑艺术，并且广泛应用在池塘等建筑物的屋顶，被誉为永远的亮丽艺术。潮州嵌池历史悠久，最早只限于皇家建筑的使用。明代万历年间，由国舅爷陈北科在朝阳归期的黄门地，至此民间跟风四起，纷纷仿造皇庭建筑，所以民间也有说法，就是潮汕错皇宫起。好，非常感谢，非常感谢。看怎么看嘛，去那边看后面看。嗯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谢谢哈。终于是进到这间池塘的内部。泰山四泽，原来杨氏是泰山，上面也有挂着牌匾，就是纪念着这间杨氏先祖在清朝时期的功绩。五德其位，明月总兵，五姓其位，上面挂着一块圣旨碑，树心堂。眼前所见就是潮州木雕，是广东省传统工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。潮州木雕历史悠久，题材丰富，有民间传说、古今人物、花鸟鱼虫、飞禽走兽，并且广泛应用在潮汕各地的池塘，是非常常见的题材。白纸图寓意着杨氏后人千秋万代繁衍昌盛。从我要做那个图的，我天气现在是温差大，不能干嘛你别吃宝宝，别吃宝宝，嗯。但是空气呢，还要老细，出这采访他到处宝宝。那种这片地出面也是这个用老细也是。这个树灯来做，
这个医生啊，伊拉拿了武器，出些钱来替人收，他贵大滴。哎，哦，哎呐，哎呐，咱光光来个电视，这个用老师有的呢。汉阳世家，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，应该是熊氏。楚雄刘芳果然是熊氏。在我身后这里是黄氏祠堂，可惜啊，今天来的不是时候，不能到这间恢弘大气的祠堂里面去参观。礼满天下，一脉秉承，中原道德继往开来。不用说了，这间一定是李氏祠堂。农历慈孙，诗书礼乐正家生。不用说了，这间一定是杨氏的祠堂。木字旁的那个杨。看见一间也是非常恢弘大气的祠堂，银池流芳，想必就是姓池的，三点水后边一个野字。现在走进的是张氏祠堂，大家知道张氏在祖上曾经有出过哪位贤人吗？我第五个胖胖妹是那当广场这家，是那当东西这些文啊老乡去贵点。嗯，苏东坡的故地，这座的台湾片港，哎，台湾片港，因为就记得他那边做的农作，嗯，农作哈，农作嘛等于什么就是农村话三三平方，你要把当初那些农作，嗯，要在帮些小的店铺啊，也是这座，哎，通在这座，如比如当路当地有这个规划，当那比如当道路啊，车辆。是啊，有去路规划到这个地区，能做建筑，嗯，能无哩接动到个。假如无接动个，无哩，我个城市，我个地方，我向你来向你讲，伊个城市伊个都向你讲是工商个，是，就要生活的。他这样咩头等样咩了？五处、新处、口处、贵府、靠面新农家，新农是零处个啵。嗯，当这样咩？这样子的谈出有没有点数，刷过多少东西都没有用了嘛？哎，根本没在第二赛事啊！快被去了呢？没去了。嗯，那我都没在挂个银行啊。哦，省银行呢？哪得银行？哎，挂个银行，双银行。哎，那这低数，这都没得什么信息，我没得过。要贵妇哈，贵妇要我低处当初，那我八个银行。哦，八个人，三八个人，八个人有啊，是，嗯，觉得做神仙的都没有说当班，户外树东该给做，要是干部是东夫妻要那么的吵了给讲，是，外国地来讲，那做新的林业讲树东，这是咱江苏人祖国同路的该蛮顺的，新的林业讲树东是人心梦的光亮，第二类都是要拍戏。是啊，是啊，真是，主要是都，是，主要是都累。姓氏是老祖宗传承下来的，它记录着我们每个人的信息，同时也是每个人的标志。有了姓氏，就可以减少近亲婚配，它可以记载自己的出生和血统，也就是有了姓氏，才有了血脉传承，诞生了中华文明这个生生不息的伟大民族。
成家立业进祠堂是每个潮汕人的梦想。那么视频前的你，如果你赚了钱之后，你愿意回到家乡建一所属于自己的祠堂吗？评论区告诉我。那今天的视频就和朋友们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Thank you.